现在是红硕，你还没有开壶啊？对，红硕2100哦。一重到开始到价，闷着头被挨打。啊，很可怜。来，庄家。第八题，打慢一点。好，好不好？14，不要急。我们来看四家的牌。收住啦。杨梅。凯玉。上位了。红硕加油。OK， 好，来执行，请出彩。南方，后一个北，慢一点哈，加速度，先吃碰，把牌拿回来再打牌。剩最后四把了，谨慎哦。好，瞄准庄家，发财。七饼，给你吃。好，果然我们先做功德，拿回来，做好事是有帮助的。结善缘。是的。东东，我们的善缘呢？我都是他自己拍不好，对，他是拆散的善，也是对，好不好？他是善缘，你不要指望他了。对，好，红中。好，胖子出巡，小金，谁的信封？八筒，麦当劳先跑掉，七个 L， 九饼哦，杭州，最爱的发财。合了吧，三发财。下一场就给你吃。下一场可以。下一场不说自己真的那么惨的丫头，你现在是第一名。尽量。九饼，九饼。尽量。4万，金币三百。花儿。起步，再给肖家一个机会，好，再吃一组，没有，加好吧，好了，哇，吃饱可以上路了，九万，我不要。第一个，跟你打五条，五条，我们商家可以跟下家呢？商家为什么可以跟下家呢？是反手。不会这么久。七个。对啊，就。双眼皮，一笔，那么多刀子，你拼的吗？你都不喂我吃，我怎么拼？才吃一张，一张就可以拼了吧？一张你再喂个两张，我就差不多了，去吃饭团，去吃饭，真的，二条，东区饭团真的蛮好吃。
加油！不是，我不是故意要点你，没关系，可以的。飞风，好安呐，安安的，这个出来过了，七七。四条，二四五条，上家命太好了，嗯，好雅郎，我们的命太不好了，只有皮包，现在变皮包骨了。阿鸟，哇哦，下家要加油，剩下我们两个人生的，哦那，七条，对家的牌也二条，对家停牌。果然是结婚前生小孩之后都很旺，真的。好吧，就跟对家打吧，对家打多四万，跟一下。四万，给你一个机会。这个会不会有毒嘞？有可能。这边有毒也要吃啦。对啊，因为他现在最熟了。真的。是。对啊。太扯，没有惊喜吧？一万，入吧。一万，要不要？不要。你最爱的。我已经吃了，因为我刚才丢掉了。对啊，我本来是想喜欢留发财的，对。没了啦，吃掉你。丢不出，我丢不出。行。博言，东风，还有字，对家可以打六七八条，二条，好夸张，三张二条，然后我上家打三张二条，这是什么逻辑？就是魔导，你们两个根本就是守城，你被听牌了吧，在演戏。六条，等等，哎，怪怪的。他要剩两手，算，吃兔，吃兔马，下车了吧？一万，一十万面积，六条，苦笑，不好，无言，是你要的，刚来啊！哇，我停好久，我们拿这个五万，五万还有哎，还有三六九万，好美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弄起看，都是他的，那都是你的，能裂掉啦，真的。二花四摸，两排的三台，正宝宝，正宝宝。好，西风冠军的第二把，所以你看看在西风啊，只要自摸都有机会，包括红叔，你现在剩一千了，好，待会你要戴头套。你的头套应该蛮好戴的，因为你戴就进去了，没有很窄，戴没有办法进去。啊，加油！对，因为我们底就是五百啊，一台三百啊。刚才你这一摸，你看变成你分出最高。对，凯运现在是7600，对，子晴变6700，杨妹是4700，你们逆转。啊，所以你们现在是来回哦，一台的话是800，来回就1600，所以还分不出胜负啊。好，来。现在两枚庄家第二把，西川，来看四家的牌。我们先看一下庄家杨妹的牌，变有钱的凯玉，谢谢大家。洪硕，这样。子晴，来杨妹，请出彩，发财。洪硕，我要告诉你哦，对，你现在的打法呢，是尽量能够自摸。好，如果听得早，听得好。就过水啊！中，你这胡也来不及啊！好，北风哦，八条，吃一张，现在要追赶跑跳碰发财，谢谢。认不到嘛？没有
下家的牌变好喽。南风，男生要加油。好，西风，你看上家还用字伺候我。来，我们加油一下。碰，过水碰，这么厉害。九条，碰。给夏家鼓励，七饼，七饼，北风，白皮，碰，哇，我打了你都要，哇，财运，我要分享一下那个结婚新人的喜气，再给夏家一个机会，不是兄弟不打四七。跟打四万，一波来了。干嘛这样子摒弃我们呢？猜猜，一笔。我没有要再吃。好吧，进来照。哎呦，真的是张师傅打中路，下家都不吃。你们牌不合，真的，男生不合。对，最有福气的新人，再给我吃一次。还没听啊？那我要快跑。右，北风，三十七，不要打到败部哎。你像四千七跟杨梅的六千七，四再给你一张，差两千呢。五条碰，未上家。五万，高班，这七个，白皮，哇，小杠一个，睡觉，跟上家打，大饼，这，九万。上面的牌老是这么好，我丢四万，他丢三五万，那家那家搞了，无言哦、喔，再摸来，超级无言，三万，超级无言的，东风，你说过我了，这时候你打东风，打东东摸来是很大你，六条，对，不了，啊，毒，开火，不要，好色，来倒下来。要是我是你，不哄了。你为什么怕磨到后面就没有了？他怕别人没有，别人听。三六条，哇，龙头，一张，一张，哦，前面一张，我摸到一定打，对吧？哦，我的七万，哦，我七万会先到，七万先到，对啊，你这么一砍呢？对，一张，对啊，我来，我发财一台。西风冠军战的第三把，现在呢，这个你是七千六的幺，你们俩差一千二，啊，先不讲你的，来开门第三把，请按。我终于五百，红硕还是两把，你要听，红硕终于五百，后来有十二，来看四家的牌，我们先看一下庄家凯玉的牌，超越巅峰，红硕起飞了。我怕你们太晚了。张天琪，杨妹，摸吧。好，来凯玉出赛吧。起飞的太晚。北风，起风了。北风，跟你哥。奶哥怕你来不及，加油。那么瘦。西风。漂亮，风一吹就起来了。真的。难。杨梅要加油啊！好，你现在四千七啊！好的，第三哦。西风，没有到最后一把结束，不真的不知道。是，这一把自摸就不得了。真的，一万。
而且后面的字母好大。对啊，九条。你还有机会，你还有机会。对，你自摸两把你就第一名了。谢谢。不用了，他摸一把就马上来，喂你一张。二万。不是兄弟，不打二五。有钱人真嚣张。让我嚣张一下。他前面也蛮惨的。对，我被你们两个凌迟。断了。你不吃不要跟吗？好难过。两条。哇，屁屁，哇。四颗。剩下的牌一直保持美丽的状态。南风二。先跑牌。对啊。一万。红中。碰一个。终于让我碰到你了。好，吃一张吧。没问题。不是兄弟，不打二五。还是吃不到。不要再跟五万哦。会生气哦，会翻脸。芭比，红座真的，哇呼！三饼，乱。谁的炮？峰峰，没有。下一把。奶罩，这个终于喂到了哦，终于谢谢你，很辛苦。三万，要那么要那么极端的牌，五条，哇，才一个三万。他才一拍完，他又回来了。对，四饼，他想哭，心很累。怎么得了的事情？哇，西风，刚才风很大。阿炳，喵，喵，谁要发财？靠这么久，看到没有人？五饼。有点要晕倒的口气。二饼，还有队友，又回来了，一万。哭哭。你一直在烫档吗？对啊，追着烫很久了。吃吃。三条甜哦，吃不到。三角裤不要，自己摸吧。三万。二五八一路，碰，谢谢，用心良苦，七万，假牌处理，假牌棋，不错，难怪你这么瘦，你听牌了吗？难怪我们这么胖，清风，鸡鸡，鸡鸡腹鸡鸡，你要吃鸡鸡吗？没关系，我自己有一只，我很饱。自己盯自己，真帅。三张哦，自己盯自己，自盯。对面。没事吧？碰一个。哎呦，碰而已。再给下家一次机会。来。再给下家一次机会。还有一瓶。跟对家打，下大雨，好，起来，哪里？下，哇，真是自摸，蓝青花三，要输哦，绝招啊，那不两在七饼啊，老天爷，谢谢，好厉害哦。像你们他们这个打牌都是怪，我哪里怪？我是这牌里当什么牌里个鬼？那我刚才打
你摸一个五万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还有一个五条，对不对？对。是怎么？对不对？嗯。对不对？我那时候是这样。你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嗯。东风为什么不碰？没有，因为我碰了。碰了怎样？碰了以后我还是少一搭。可是如果我摸进来，我就停跑，为什么要多跑一圈？为什么？你东风碰了。八九瓶。哎。你打八饼，你进来还是要一上听啊，而且听螺丝啊。没有，可是因为我怕我碰了，让他多摸一张，因为不是让人家摸，因为下家比我就是靠得近，所以如果我碰多让他摸，他多一个机会。所以我宁愿守着，我东风还可以当暗章兵。你厉害，你偷绝章，我没办法跟你比，你棒棒，好不好？问的，门清一摸三，独听，啊，四台。又剩一百，你再自摸也过不了他了。对，当然是有机会的。有，对，自摸一定有。三台。对。好，来看四家的牌。我们先看一下庄家红硕的牌，加油。子晴，杨妹，凯玉，搭着礼车顺风车。好，来红硕请出菜，加油。南梦，对的。东风，西风，北风，西风，你一定不能吃碰啊！好，还是可以，我要挤一台。怎样？1600，好脏，庄家。发财，三台要有啊！对，两台不够啊，两台够。卡洞，哇哩咧咧。那你来打好了。我们知道在那边，又是卡洞，又是庄家，又是什么？又讲了。美梦，有梦最美嘛？对。花花，九万。白皮胖，白皮胖，打一个二条。其他我商家都真的是小银娃，稀罕九饼，真的很厉害。看眼看着他，搞不好被那个杨梅超过了。西风又过了一个，他命中带财啦，偏财正财都有，很厉害。中来，中来。右饼，二花，补一张，那就困难打掉，困难，下去，八条。一桶，一桶去郊游，再靠北边走。九万好了。一万。今天吃上家的牌机会，红中比较少，很渺茫。嗯，因为不会这样开三机关系，所以要吃的话要付费。三饼。三饼哦。甜的。真的很甜耶，好看哦。条五饼，哇，对家都大中路，那我只好先吃一个，把我最爱的、亲爱的再见，还是要割死他。哎，白皮没事。
风。跟对上加达。跟太紧了。对。要不要先你，我帮你打好了。我就回家了。不是懒人，那就俩顾招比一直在那边。丢了又来，丢了。看得看得好可怜哦，你胖一点，我也不操心了。那么瘦，碰一个，起不来，我懂。嗯，干。五万。来，再上肉饼。真惨。好安呐，跟着走。是五万。为什么可以跟？真的？为什么大家都排得这么好？都有可以跟的。六万。来，打给奈龙。嘉贺，选错边了。六万。流氓。花花，一万，五套。现在就看杨妹有没有机会逆转胜，机会不大。倒下来，全部爬死！哇，你们两个金刚气！好，人进三花，三花自摸，两台三台，我们晋级的就是我们的凯玉还有子琪，好，恭喜！挑战吧大神有 A P P 了，请在手机 A P P 搜寻挑战吧大神，就有机会保送上节目，也可以抽到万元的超值大礼，快点来下载吧！